伴随着清真寺高音喇叭传出的诵经声，这座具有5000年历史的城市迎来了它崭新的一天。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开罗不仅是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交通枢纽，埃及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大熔炉，更是无数影响世界进程的历史事件的见证者。1963年底，位于这座城市西南的金字塔地区迎来一位来自东方古国的要客，时任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的这次来访，车船所至，欢声雷动，新中国代表团处处散发着大国的自信与魅力。然而时光回转20年，一切恍如隔世。1943年，首先到达开罗参加会议的蒋介石却是心怀忐忑，他的日程也被安排得极为保密，以至于今天的大多数埃及民众对这位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依然了解甚少。In this hotel, yes, this is very old photo of America. And this one? This is China. Yes. Don't know about the story? No, it is very old. 我们通过这个抗战呢，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使得这个西方大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向看，但是在一般的这个民众中间，人们还不是说这个重大的变化他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到战后，那么中国成为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人们才知道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大国。ربما لو أن واحد من الناس يعني لفت نظر الحكومة المصرية ربما لم تهتموا ولكن السف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دائما حاضرة والأمريكان دائما حاضرون وهذا طبيعي لأن الصين أصلها في بعد الحرب العالمية الثانية انتصر الجناح الذي كان يقوده ماو تسي تونغ ولم يكن للصين نفوذ في مصر قبل 1956. 蒋介石出访埃及的1943年，无论是对世界时局还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言，都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远征军在中缅战场发起了反攻作战，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与日军的激烈斗争中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1943年夏秋开始转入局部反攻。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投降。11月，中国代表团飞抵开罗。此时的中国已在全国性抗战中以一己之力与日寇顽强战斗了6年。对于能否加快战争步伐，迎来最终胜利，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能否得到最终保障，这次开罗会议的作用显得极为重要。1943年，凭借中国战场因抗击日本侵略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终于让中国代表以盟国四强之一的身份来到开罗。然而蒋介石却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黄句而已。开罗会议的阵容证明中国政府代表的黄句并非多余，中国代表团包括在华协助抗战的美国共20余人。当这个队伍抵达埃及首都开罗时，
英国首相丘吉尔则正率领400多名同样参加会议的英国人，乘坐皇家军舰横渡地中海。与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仅仅相距700米的五星级酒店米纳酒店，曾被国际游客称为金字塔酒店。得天独厚的位置使这里成为举办世界性会议的绝佳场所。1943年11月，影响二战历史进程的开罗会议就在这里举办。经当地友人引荐，米纳饭店经理塔里克先生接待了我们。那段72年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历史，开始像漫漫黄沙中矗立的金字塔一般，逐渐掀开它神秘的面纱。令我们未曾想到的是，面对来自中国的摄制组，塔里克首先带领我们参观的并不是会议召开地。So this is where Sir Winston Churchill stayed during World War II.You see here, the suite is set over an area of 120 square meters. And this is a famous bed with the... 历史将会以怎样的形式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呢？挂在丘吉尔套房中的这张合影是开罗会议期间最著名的系列照片之一。高精度的照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开罗会议的情景。三位国家首脑坐在低矮的扶手椅上，表情愉悦，相谈甚欢。尽管照片中的各位看上去关系融洽，但其实在短短4天的会议中，各方充满着利益博弈，并非如我们在当年报纸中所看到的那样简单。当年的中国报纸使用了这样一些标题：国内舆情鼓舞，国外舆论感愤。中国自有报纸以来，从没有登载过这样的好消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是全球最大最权威的档案机构之一，这里收藏了关于开罗会议的大量珍贵原始档案，从美国特工机构会前对开罗安全状况的评估，到美国空军的飞行计划，再到开罗和华盛顿的电报密码等原始资料，一应俱全。除了文字和照片资料，摄制组还找到了一段开罗会议期间的珍贵影像，这使得我们能够在72年后仍能像看新闻节目一样真切感受到那场会议的氛围。 President Roosevelt,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an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united in the war against the Empire of Japan.虽然在共同对抗法西斯的大目标下，三位国家首脑得以聚首，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国家实力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都决定了三国领导人各自微妙的心态。我们看这个神态啊，首先我们从左边说蒋介石，蒋介石这个感觉春风得意的，在三个人当中，其实就是他的挂笑挂的最明显的。因为他确实成为大国领袖了，但是这个丘吉尔呢，就感觉一脸不在乎的样子，或者他一开始他就没有觉得这事儿有多重要，他一直想的是欧洲战场。那么，这次影响二战局势的三国领导人聚首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甚至被刻意隐藏的秘密呢？从米纳酒店的丘吉尔套房出门右转，穿过装饰奢华的走廊，
是一个恢宏壮丽的贵宾餐厅，至今仍然对外营业。1943年11月21日下午6:30，也就是蒋氏夫妇抵达开罗当天下午，蒋介石穿过这间餐厅，往访69岁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是双方平生第一次会面，也是开罗会议中第一次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议。丘吉尔的大雪茄噼啪作响，这是他给蒋氏夫妇留下的第一印象。By the time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e, he was smoking between 8 and 10 cigars every day. It is a lot. It is a lot because they were great big Cuban cigars. At Cairo, he was first impressed with him, but the two men just had totally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world when it came down to the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rationalizations that Churchill and others had for Britain continued to rule these other countries. So he was still lived in very much in the past, Churchill did, and there was little love lost between them. 194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抵达开罗的次日，在米纳酒店这间如今已改作贵宾餐厅的大厅里，三位国家首脑、盟国联合参谋长团以及大小幕僚开始了第一次全体会议。The leaders of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eet face to face for the first time. President Roosevelt. 罗斯福在简短的开幕词中，特地强调了第一次参加如此级别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愚以为愚可以代表英国盟友欢迎中国盟友，中方成员此时点头致意。开罗会议呢，对中国意义非常重大的。第一就是说，他再次确认了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国之一。第二就是对中国的抗战史，当时来讲，是个极大的鼓舞。这种鼓舞就是说，中国的确不是孤军奋战，是在跟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并肩作战。当天的全体会议分军事与政治两项，军事部分主要聚焦于对日作战，特别是盟国在滇缅战场的联合作战问题。But the reason why Cairo is important is because this is where strategic decisions are going to be made.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and Chiang Kai-shek have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at to do next in 1944. 相比军事部分的艰难讨论，会议的政治部分更令中国代表团兴奋。对日本的处理将是政治议题中最重要的内容。其中对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在战后如何归还，则更是中方最为关切的问题。然而，甚至是很多学者至今都不曾知晓的事，后来被证明是中国最大胜利的开罗宣言公报文件，并不是在这家奢华的酒店内诞生的，而是另有神秘地点。Roosevelt invites Chiang Kai-shek to come to Cairo, and in fact Churchill is extremely annoyed at this. What Churchill wants, there's a lovely phrase, Churchill wants, tries to organize a situation whereby Chiang Kai-shek and Madame Jiang go off and see the pyramids, and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settle the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s.The survival of his country and of Europe against Hitler. 在法西斯的巨大威胁下，出于各自国家利益，中英两大盟友对世界战局的不同侧重，导致会议进程不会一帆风顺。
然而最令世界舆论感到意外的是，初次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最后却成为开罗会议最大的赢家。那么在短短四天的开罗会议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建立于1908年的开罗大学是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埃及历史学家沃基哈阿提格。作为埃及少数几位研究开罗会议的史学家，他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进了迷雾重重的历史现场。حدث خلاف بين روزفلت وتشرشل حول انه روزفلت كان يريد من تشرشل بريطانيا ان تركز مجهودها الحربي بشكل اكبر في جنوب شرق اسيا، يعني ترسل قوات الى جنوب شرق اسيا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ه الامريكيه واستراليا والصين للقضاء على اليابان. في حين تشرشل كان يريد ان تركز امريكا بشكل اكبر على الحرب في اوروبا.此时此刻的中国战场已经与凶悍的日本侵略者顽强战斗了整整六年。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就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做好与拥有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南京沦陷前的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今日除在时间上做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方能制敌之死命。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能够感受到，除了军事上抵抗日军进攻，他还希望利用国际力量挡住日本的侵略黑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刊发《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并称《共党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至此，从1927年起，相互厮杀了10年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日本軍が一番恐れていたのは中国の統一、つまり統一された中国ですね。これは一番怖い。贫弱的中国面对武器精良和训练有素的日军，战斗之艰苦残酷几乎到了极限。面对艰难局面，中国军民没有丝毫畏惧，与日本侵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此刻，中国战场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罗斯福终于把目光聚焦到了东方战场，中美合作迎来了最佳时期。In Roosevelt's view, China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of course, was that China's resistance from the summer of 1937 onwards had been stalwart.
China had basically occupi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ajority, the, you know, nearly a million Japanese soldiers and their civilian supporters in China. That's a huge resource, not to mention all the munitions, all the food, and all the other equipment that has to go to support an army of that size. So keeping China in the war is important. 与罗斯福对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做出巨大贡献的充分认识相反，对于开罗会议中的中国代表，丘吉尔毫不掩饰他的淡漠甚至敌意。在丘吉尔多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曾希望劝说蒋介石夫妇去参观金字塔并消遣一下，等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再说。丘吉尔他是贵族出身的，人家马尔科尼那个家族在英国的那个贵族排行榜上，那排就跟咱满清那个八个铁帽子王子，人家排的特前面的，排的这个第三第四的，所以说他一路下来贵族，所以说他一早就玩政治了，他当然有大国事业了，他想清楚这一刻啊，更多是为他们英国的利益而战的。That would have made him very sad because he was a man of the age before, of an imperial age, you know, and 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 So he was old-fashioned in that way. 远道而来的中美英三国代表各有盘算，最终共识究竟如何达成？这盘三足鼎立的棋局将如何继续下去呢？